迄天咱有讲到，起码安排人也爱有拍算。啊，你到底有啥物拍算？我要实现我一个梦。哎呦，来啊！好好，多谢方丈，多谢方丈啊！来，面顶好你啦。你煞是阮某呢？今日你当我的面头前甲伊讲，是无啥意思。既然决定要结婚啊，干袂当买个叫好爸啊！拜一到拜五，暗时八点，请收看《花西姑娘》。